典小品爆笑来袭，我的娜娜聪明了，我幽默花絮，精彩互动，表情扑通扑通跳，让那谁上那谁家。2月26，正月十五元宵节晚21:30，锁定辽宁卫视，看欢天喜地闹元宵，带你走进欢笑喜剧大联播，还有幸运奖品等你拿。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辽宁卫视2021春暖人间欢乐季直播互动特别节目《欢天喜地闹元宵》。老话说呀，说没出正月都是年，是没出十五那就更是年了。对，今天呢是我们的元宵佳节，在这儿呢，我们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就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也是收到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昨天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没错，牛年的一个牛消息。是。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庄严宣告，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牛啊！山乡巨变，山河锦绣，在全国人民共享着幸福时刻的同时，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传统的元宵佳节。是啊，没错。那在今天的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也将为大家准备了为大家即将呈现，就是我们辽视春晚的近年的非常经典的喜剧作品，同时呢，还有我们和各位嘉宾的这种幽默的互动，绝对是一道丰盛的喜剧大餐。是的，说到元宵节啊，其实元宵节呢也叫上元节，它是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对，一方面呢，它是我们新春的这样的一个收尾，同时呢，也预示着一个新的一年的幸福的开端。所以说这个元宵节过的那是非常有讲究的。是，民间有很多的说法，不过这些说法概括起来其实就三个字，那就是闹元宵。对，对，哎，那咱们就赶快说一说 啊，咱们的。您要说这闹该怎么闹？好，您得问我们这些老同志了。老同志，元宵节最主要的一个元素是灯啊，所以这闹元宵节呢，主要是这个闹花灯。闹花灯，小的时候你怎么闹的？我申请一下小同志先来说一说，行吗？是。我们小时候元宵节的时候呢，爸妈肯定要带我们去逛公园，没错，对吧？各种各样造型的那种宫灯，哎，好多卡通的造型，对吧？还有我们北方元素的冰灯，我就记得我一边吃着糖葫芦，一边摆着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摆着 pose 拍照，特别印象深刻。你怎么就那么爱吃呢？那爱拍照，那叫金灯映金，月圆如碧，星光繁天几许，人生几多繁华，这叫大节。又来了，再配上一串糖葫芦，绝了！又感觉来了，又要来劲，我看来劲来劲，感觉上来了。而且现在的灯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看，科技感十足，是吧？各种声光电刷刷刷，这个是吧？没错没错，而且还能网上云看灯。哎，对，因为不用出去冻得嘶嘶哈哈的了，是不是啊？哎呀，说到元宵节呢，对于我来说简直是谜一样的节日啊。为啥？节日真的是太费脑子了。你看他不愿意费脑子，我小时候就愿意跟我爸我妈去商场，到元宵节的时候啊，商场里你看吧，那纸条啊，一个一个的灯谜嘛，全是灯谜。对，你扯下来一个，到那就换奖品，能猜出来呀？每回我都蹦一大堆呀。你扯下来得是对出来才能换。我猜不出来，我到那他不给我，我就哭啊，管他对不对的。哭能行吗？但是我觉得猜灯谜这项活动啊，非常好。一个呢是能营造节日的气氛，另外一个呢还能开阔大家的思路。虽然很累，但是我们很欢乐，对不对？不是，你们两个人等一会儿，你们俩谈得很欢乐，这里边你没扣题呀？啥？是说闹元宵吗？得闹啊！得闹起来呀！我们闹一个。我们没闹是吧？对，那还不容易吗？你说那么多的灯谜，你挨个你都猜不上来，你不闹心吗？拿这还不行，还闹心的呢啊！像刚才提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猜灯谜哈，我觉得今天猜灯谜就更加的方便了。哦，只要您收看咱们的辽宁卫视《欢天喜地闹元宵》，一会儿将会有大量的和咱们喜剧演员有
关的灯谜为您奉上，就是今天可以参告是吧？哎，对，保准是新鲜，而且关键还独家。你怎么说了半天也没说到重点呢？就是，我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还说啥呀？这是你说的绝望吧？逢年过节，逢年过节得以吃为乐呀。对，元宵节，元宵节，你看这个节日的名字里，它都有个食物，是，所以咱得吃什么呢？吃元宵，对呀，对。但提到这个吃元宵啊，你看这个咱们北方啊，这传统来讲是吃元宵，南方是吃汤圆儿。提到这个汤圆还有一首歌哦，哎，卖汤圆卖跑调了，咱们家的汤圆圆了又圆，我一个人能吃好几碗呐。哎呀呀，汤圆真吃，把饭量都给做出来了。元宵节看出来是吃了好多碗吃出来的，但是你怎么吃了半天也没有闹那个字呢？我还没吃完，白吃好几碗了。我吃了这么多，他在吃我肚子啊！不能不能不能！今天准备的，你看见没？今天准备的这是哦。韭菜鸡蛋馅儿的，来来来，哎呀，盛一碗，盛一碗，来来来，哥，我那醋在哪儿呢？来来来来来，给我来吧，给我来，真有真有啊，你可以尝尝，你可以来来吃汤圆啊，太细心太周到了。我这个诗人的性子有点想往外炫啊，这即兴赋诗一首吧，说啊，这热乎的汤圆儿得来一盆儿，那别用筷子，你得用匙儿，吃着汤圆儿看晚会啊，全是聊台老熟人，是不是啊，张明？挺压抑，我要是不说一首诗我都对不起你。哎呦，我必须对上。来对上吧，来一个。说去年元月时啊，花市灯如昼，好，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妙。今年元月时啊，我一定让你笑个够。嗨，那个小品啊，我们的经典的节目挨个的就往上端了。嗯，是。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几位重量级的喜剧演员，而且都是我们辽视春晚非常受欢迎的大家的老熟人。对，不仅仅是老熟人，而且还是重量级的。是，到底有多么的重量级呢？我们来看看这些重量级的朋友们，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你就把这几个字儿连在一起，给我们讲个故事。昨儿早我上菜场那嘎抢嘎块肉啊，外头那小老嘎来，我说你这不是黑猪肉不？他咋不是黑猪肉？咱俩嘎点啥不？牛郎恋女。等会儿，我肯定能说好。牛郎恋刘娘，刘娘恋，再来。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郎恋娘来，娘恋郎，念娘恋娘，念郎念郎，郎念娘来，娘念郎。好，没问题，你扔下试试。一共是24个格子，1到24里随便说一个数字，八，就是这个对吧？啊，对。好嘞，所以呢，现在24个魔方，朗哥每一个你都亲手顶过，对，然后是你指定的位置，绝对放回来，是吧？能不能看出来，这其实是一幅美丽的画？这个画不是从正面看啊，而是从背面看。哇哇！不换的不换的都是云烟。就一杯就逍遥一天，要喜欢的情愿的都是一遍，有一段情潇洒一年。哇，现场版哎，在所有的观众面前然后突然清唱一段，弄得我啊小心扑腾扑腾跳，希望大家喜欢听，希望大家喜欢听。在给出的这个题面上每个人加一个字，嗯，让他语句通顺。哎，就玩这个，这也太好了。辽视春晚，看辽视春晚，看辽视春晚呐，嗯，爱看辽视春晚呐，我爱看辽视春晚呐，我爸爱看辽视春晚呐，我爸爱看辽视春晚。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是的。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家庭要跟我们见面了啊！让我们掌声欢迎潘长江、韩德君、宋小宝、哈德森，有请！欢迎。四位先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啊，来，咱们请大韩先来。大家好，我是辽篮韩德君，这是我爸潘长江。哎，啊，大家好，这是我儿子潘达。你说这不是熊猫吗？就你管一点。哎，宝哥，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是家庭什么组合？我就不用介绍了，我得隆重一下介绍我兄弟。嗯，兄弟你自己说你叫什么？宝宝，不是宝宝，给家抱完了。到这海报啊，叫什么？宝宝。哎，宝宝叫宝宝。宝宝。说句实话，我很少跟我兄弟这么就用眼神去交流。嗯。平时呢，更多的是我一回身跟他肚脐眼的交流。咱俩一样，咱俩一样，都一样，同命相连，我也一样。这样咱们坐下聊，好不好？好，这样我们重新欢迎一下，我们欢迎潘长江和潘达父子，还有宝宝兄弟来我们辽视春晚做客。来，有请，请落座。来来来。这整个是两个小红帽与两个绿巨人呢。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消息，大韩啊，你身为现在辽宁男篮的队长，来到我们辽视春晚，听说有个重磅消息要宣布，对不对？是的，今年我们辽篮引进了一名内援。内援谁呀？我。别闹，潘叔，你去辽篮打啥位置啊？别闹，打啥位置？捡球。去一边去，捡什么球？捡球啊！就我这身高这个优势，啊，我只能打后卫，知道吗？打后卫啊！啊，我顺便再把那个叫那个郭艾伦那个臭小子啊，我取代他。哎呦，他一天到晚的，你说跟我儿子叽叽喳喳的，那没大没小的，那不行。不是，据说叽叽喳喳的还有一位。对。就我的颜值，我顺便把那杨明那个主教练那个位置，我给他兼了。你不扯呢吗，潘叔？刚才你答案挺明确，脸连锦不应该跟着否潘叔啊？怎么？刚才潘叔已经提到我的颜值这一块，要论颜值，我们哥俩往里站。你看，来，可不咋的。要说取代杨明那个角色，应该我俩谁上都行，我俩谁上都行。不是，我觉得这个宝哥，你问问他，就是要如果你当主教练的话，合适吗？如果我要当主教练的话，合不合适？可不咋地。他说可不咋地。那就是，那我听我兄弟。确实不咋地。这样啊，我取代这个位置，我有优势。什么优势？我能吵吵，我嗓门大。啊，别人一般人干仗干不过我。我吵吵急眼了能上热搜。我的妈呀，上热搜？热搜体。上热炕都费劲，还上热搜？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我觉得一上来这个火。火药味挺浓啊！大韩，这里面我觉得你最靠谱，是吧？你说实话，就你爸这个内援啊，到底负责什么？那我说实话了，说说说说，主要负责地板打蜡、球框支架、中间热场、赛后下套。我现在听明白了啊。你说的跟你爸说的完全不一样。我也听明白了，潘长江和潘达父子来咱们辽视春晚是为了官宣辽篮有内援。那宝宝兄弟来辽视春晚做客，今天是干点啥呢？哎呀，我兄弟不太善于言表，更多的从功夫上表现。我说实话，这不我兄弟放假了吗？回家来过年来了。领他回春晚呢，重温一下当年呢，差不多属于闯关东过来的，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咱这个黑土地上。这两年又上关里上班去了。我那好哥们儿龚小斌对你不错吧？可不咋地。不是，是可不咋地呀，还是可不咋的？对。哎呀，你真聪明，真聪明，我兄弟就聪明，这个跟我一样一样。比如说，这龚小斌是你哥们儿，是你朋友是吧？是我哥们儿。那如果对他不好怎么办？谁不好？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平汤 CBA， 汤平 NBA。 哇，真要对我兄弟不好的话，我站着啪一下子。书房里我在这边我啪一下子。对对，这是我说。你俩你这是打乒乓球呢？这是啊，所以人家说的是可不咋的，是好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对对对对，可不咋的。宝哥，平时啊，你就是这么教你弟弟的吗？
我教的不少啊、嗯、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哥教你一句，就是可不咋的，那么的 what 拉倒吧！哎，你看拉倒吧，那说的多好啊！通过这个此轮的这个语言上的对抗，可以这么说，嗯，就是他们两家一点默契都没有。这样，咱们来一回真正的较量，好吧？你看，桌子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这小扇，是吧？既然你说潘叔又说篮球场上的这个比较活跃，要打后卫，嗯，然后呢，宝哥又说又有朋友又有哥们儿，咱们来回真的较量，好不好？好啊，咱们比一下武怎么样？哎呀，这可是叔的强项，你别忘了，我是全国舞蹈界里的那个飞驰小陀螺。你笑啥呀？飞驰小陀螺、啊，怎么的？他是水上小冰嘎，那不一样吗？那陀螺跟冰嘎不一样，冰嘎底下是冲，啪啪的，烦不烦人呢？你说这样，这样，咱不跟孩子一般见识，就咱是。陀螺也好，冰嘎也好，你是啥？你是啥？我篮球小宝贝。什么？篮球黑宝贝。这我信。我明白了，一个篮球黑宝贝，一个冰山小冰嘎。对的。咱们一起来比一下好不好？咱们旋转跳跃不停歇，咱们一起来扭起来。来来来，过年了，大家乐呵乐呵，来来来。正月里来是新郎。哎，哈德森，你这样，你扭一下，来扭一下，乐队，对，烤串呢，这是，你这样。谢谢两组家庭带来的群魔乱舞。是什么？啊，就是精彩的视频。现在呢，看过两组家庭的表演之后，我更加期待他们当中重要的成员为我们带来的小品啦。谁呀？可不咋的。谢谢谢谢，辽宁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谢谢，特别开心啊！我们是第一次来的，我也爱你啊！对，团长舞蹈，我感受大家的热情，谢谢。哎呀，我也爱你！好几个大哥都爱你。要不我给大家磕一个吧，好不好？刚发的红包，可以。不是，难以表达我的心情啊，太激动了，感觉很多人都爱我、谢谢谢谢。你看这大姐了、那大姐爱你啊。我觉得你们俩好有夫妻相啊。谢谢，我得说话，我得说相声，我是拿了钱的、好吗？说这干嘛呀？谢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啊，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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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搭档，他叫孙悦。哎，是我啊。说一下心情。我先平复一下吧。来到这个聊台，这是第一次。第一回啊。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是。希望大家来年，大家都跟我一样啊，拥有超高的颜值，好不好？有些不开心。不是，我这是祝福啊。您这是祝福，您这不威胁吗？这不是跟你这模样不就毁了吗？那不就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哎，对，都能够开心。是啊，我呀此时此刻特别开心。我想给大家高歌一曲。哦，唱个歌。哎，哦，给大家唱几句。我是一个有立场的演员啊。
比四环多一环啊。我少一环。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唱？不是你们自己唱就完了，你叫我干什么？你得起头啊，这是。我给大家唱一个关于沈阳的歌曲。哦，这沈当地的。哎，刚才看这两个洞里有叔叔阿姨。这两个洞里，不是。别指，别指，别指啊！哎，还真像洞里的，你看这个。大家唱了很多这个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哈。沈阳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是。我此时此刻特别想奉献一首歌曲，唱着沈阳，表达一下沈阳，好，爱沈阳，好吗？您来，您来，您来，谢谢。和我在沈阳的街头走一遭，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哎，有点，有点。你会挽着我的。你停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这是沈阳，这是成都啊！来到沈阳就得唱沈阳啊！我都到哪儿都能唱，入乡随俗嘛。那到哈尔滨呢？哈尔滨也能唱啊！您唱唱。和我在哈尔滨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哦！嘴还真快，我看。那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哎，行，你。和我。在乌鲁木齐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嘿，真好真好真好，布宜诺斯艾利斯。哪儿？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说的都费劲，我布宜诺斯艾利斯，注意听着啊，您来。和我和我，我不去。哎，不打算出国了，就别瞎唱。这是这种心情吗？是是。是是是，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唱两句，大家每一个人都洋溢着笑容。哎，对了，说明什么呀？什么呀？现在生活好了。哎，对，每一个人都很幸福，幸福指数高。什么叫幸福呢？您说，就是平时你有梦想的话，梦想得到满足时的状态就叫幸福。哎，对，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很幸福。是，尤其是孙老师。我怎么了？特别的幸福。我哪儿幸福？而且很有钱，家里。对了，有的人说相声，说小月，你说相声是为了赚钱吗？是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你瞧瞧。但是人家说相声不是为了赚钱。我行，本身家里就很有钱，就家里趁点。人家那个房子，特别大。多大？多大？几万平米。你不用惊讶，几万平米啊！院子当中两趟高速公路。我们家。其中有一趟高速叫富宝高速。富宝，这哪儿到哪儿？就是你父亲到保姆那屋。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就是我爸爸离不开人儿。对，他小时候也有钱呢。我有钱呢，肯定。他小时候有钱到什么程度啊？您说说。手机充话费。上那个营业厅，服务员，你帮我充一下话费。说先生您充多少？多少？帮我充满。充满。话费帮他充满。太狠了！他小时候上那个超市啊，好，走超市，哎，我怎么了？别动！我这服务员过来，过来，就是我能看到的，怎么样？全要了。我这太能花钱了，我有钱吧？败家子儿啊，我幸不幸福？这倒是挺幸福。这是家里有钱人，孙老师的婚姻也很幸福。那是啊，搞对象搞过好几个。您说这干嘛在这儿？我想各位问一下啊，搞对象有超过三次的举手，我看看。哎呦，你吓我一跳！你受过什么伤啊？这是？这大哥，我，关键是俩人一块儿举手，怎么了你们俩？哦，那有超过三次的啊。这些朋友们有吗？有。哎呀，又。阿姨，你就算了啊。还挺激动，阿姨。能不能给个镜头给个阿姨？对对对对对，有。平复一下我的心情。你那么开心干嘛？突然间特别开心。啊，孙老师搞对象就好几次。我这个坎坷。他小时候那叫什么呀？那叫小时候就结婚，那叫英年早婚。英，知道吗？英年早逝。不是不是，这早逝也不对，就是
英结婚比较早，就是早婚，没有英年啊。对，好难说啊，就是结婚很早，早小的时候那叫什么呀？什么呀？指腹为婚。哎呦，过去有，他父亲有钱呢，有钱，哎，一指一个妇女，你跟我儿子结婚，指腹为婚。那我爸爸是给我指的吗？那个，就给你指的呀。没听说过，别指这妇女呀。啊。指这妇女，这个腹中的孩子，腹中的孩子，对了，在娘胎里就配好了姻缘，哎，对呀，这叫指腹为婚，是，当然那个事儿没有成功，啊，没成功。后来他上了高中，职高，就开始这个找对象了，谈恋爱了，是，他喜欢上自己同班同学，那时候都解一个班祸害，哎，一个班同学，他那个同学呢是一个排花，什么叫排花？就是那一排他最漂亮，哎，对。还挺小众啊，排花是那姑娘坐第一排，哦，她坐最后一排，都差着呢。这叫什么呀？什么呀？异地恋。还挺有距离，单相思啊。是是是，每天就看着人家隔排相望，看着背影呗，哎，就喜欢人家。嗯，怎么办？怎么办？给人家写情书。啊，那个时候讲究这个，那会儿也不太懂啊。啊，就是写了几个很浪漫的词，这越简单越好。我要娶你，多直接，性命。性。干嘛？他的意思是想拿生命去爱人家。你没有这么说话的呀！写了一句“我要娶你性命”，这吓人呢。姑娘看完，害怕了，走了。那还不走？没告我就不错。转学了，赶快走吧。这个事儿呢又没有成功。是是是。后来呢就上了这个动物园上班工作了，上班了。对，动物园养大象。哎，很多朋友都问我说：“孙悦，动物园养大象到底是不是真的？”我那谁问了？我在哪的闷儿？很多朋友都问呢。孙悦养大象，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大象是越来越瘦。这是假的。这是假的。他越来越胖，人家吃不惯那玩意儿。在动物园开始学习什么呀？嗯，网恋。啊，那个时候网络发达呀。有没有网恋的朋友举手我看看？看你们哥俩够丰富的呀，活着。我说你俩是不是托啊？对。我可没找你们俩啊，跟我没关系啊。学习网恋，嗯啊，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啊，那时候都讲究这个，网名特别的好听，什么名字？叫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哦，这名，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名太长了吧？网名过去网名很长的，哎呦，啊，起了一个很长的网名，歌词啊，过了没多久，在网上发现一个姑娘，嗯，名字也很长，什么名字？也很好听，您说说，叫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哎呦，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这是我那下半本啊。这大哥说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因为爱情》。对呀，啊，对不对？这两个人就开始书信往来。这寸了，这个就给人姑娘写信。是，信是这样写的啊，写信，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哦，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你好，就这你好有用。我是。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哎，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啊，我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就会红着脸躲避，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听。嗨，多费劲呢，啊，这玩意儿。那你觉得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哎，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个名字好听吗？就别问了，就寄出去了。这都寄出去了。姑娘看完信，给他回信。啊，信是这样写的。姑娘怎么回的？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哎呀，你好。哎，我是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哎，听着就会红着脸躲避。哎，有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哎呀，我觉得。你觉得什么？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哎，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经常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好听，就别捧了，互相爱。那你觉得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着就会红着脸，这谁写的相声那么难说呢？怎么多费劲呢，啊，这个我写的都费劲，我觉着。总的来说，这两个人配成了美好的姻缘，对歌对的，结婚了，多好，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就是幸福啊。送去一份祝福。是是是，希望你们百年好合。哎，谢谢您，谢谢您。哎，刘老师，哎，说我半天怎么叹什么气呀，啊，嗯，你这样人怎么样啊？我呀，啊，你这样人怎么样？我觉得你这样人可能就是单身一辈子。凭什么？因为
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吗？啊，对，就是你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太寒碜了。像我这样优秀的人，还舔着脸唱。哎呀，不是，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观众啊？怎么？不，现在对你是全国统一啊。咦，都会这个了啊？是是是啊。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我怎么没瞧出来？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你多大岁数？怎么三十多年的？就没人没有可信度。怎么四十来年？哎呦呦！哈哈。怎么六十来岁？哎对。您这一生是挺灿烂的啊。还在人海里浮沉。哎呀。像我这样聪明的人，聪明人不是自己多大岁数，我不唱了，好不好？对，别唱了啊，观众都累了。早就告别了单纯，哎呀，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怎么还是没有一段情？没有。嘿，六六。本来过年了，哎呀呀呀！过年了，不想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让大家谁让你说了不开心？不是你怎么不开心？你说说可以。我都六十来岁了，到现在你说清楚了，我只能说六十来岁了。对，我到现在依然没有收获爱情，你说难受不难受？什么？到了爷们就算了。哎呦，这个阿姨，这阿姨冲我比心。哎，这阿姨哪儿都好，就是有胡子。你算了啊，先让我把相声说完啊。对，完事你们单联系啊，还有三分钟就能说完了，再联系啊。你说难受不难受？我没瞧出你难受了，我脸变得太快了，这也。我们家可能条件比较不好。哦，不如我们家。刚才说他们家很富有，嗯，我们家特别的贫穷。哎，你说说，就这么说，我们家五口人，嗯，就住六平米。五口人住六平米，嗯，那均下来还负一平米呢。公摊面积。哎呦嚯，这买什么房一平米的公摊面积？你说怎么住？五口人怎么住？那得住啊。哎，大家见过上下铺吗？学校啊，学校有吧？对对对，见过上中下铺吗？火车，火车上有吧？对，这怎么改群口了？怎么回事？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超市，超市那货架子，超市货架子。嗯，那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那冰柜，五层的，凉快。你说像你怎么这么幽默呢？怎么回事？你听出幽默来了？我们家就那么住哦，五层。那怎么安排这个？爷爷住第一层，奶奶第二层，父亲第三层，母亲第四层，你呢？我最上铺。你看五平米，别看这样啊，嗯，依然很甜蜜。这还甜蜜呢？有的时候我爷爷还给我奶奶唱歌呢。这就隔着一床板还唱呢？啊，睡觉前要唱一首歌才能够入眠。哎呦，嗯，真浪漫。我爷爷怎么唱的？你爷爷怎么唱？我对你有情，哎，你对我有意，别让爱擦肩而过。哎，怎么样？老头年轻时候多不正经的。我奶奶唱了。奶奶唱什么？油嘴滑舌，甜言蜜语，哎，我听过太多太多。哎，真甜呀，啊，这俩人。哎，我父亲也唱啊。啊，你爸跟我母亲唱。是。你爱我吗？哎呦。我妈说当然爱了。哎呀，就剩我一个人在上铺凌乱，你说我难受不难受？这多受刺激啊，这个。那可不是吗？那你也交女朋友找去。不行，我这个人比较腼腆，比较内敛，比较含蓄。说实话，你自己怎么写的词儿？这词儿你自己信吗？这玩意儿我当然信了，这就是我的事。你怎么含蓄？我今天你说，我这个人特别的腼腆，不好意思，也不会搞对象，是吗？像什么现在的社交软件，我都不太会用，是吗？什么什么甩一甩了附近的人，那漂流瓶我都没有听说过，我都。哎呦，没有听说过，你记得可挺清楚啊。
我都不会。哎呦，这是不会吗？这是朋友推荐我说你甩一甩试试。哎，对呀、万一甩着个人呢？甩着个人，对不对？来吧，用手机甩一甩。哎，对，得用手机。打开自己的定位。哎呦，你看人家教我的，我不会啊。哎呀，但是一学就会啊，你是嗯。咔咔咔，这是不会吗？声都学这么像这玩意儿。甩着一个，甩着一个。谁呀、啊？我听听。男科医院。有行行行行行，算了。以后不着急啊。咔咔咔，这个。哎，这个长得还行。这好看。但是离我太远了。多远、啊？离我十万八千里。哦，对，孙猴是吧？我甩着孙悟空了。那这十万八千里嘛，这甩太远了。不行，这个不靠谱。嗯。朋友又推荐我什么呀？附近的人试一试、哎。先看看附近的人。我不太会啊。哎呦。打开手机。中间有一栏附近的人，嗯，然后右上角点开只看女生，我不懂啊，不懂。您比我还会呢，嗯。那天我一共加了50多个人。你可以了你，但只有一个人通过了。哦，就一个通过了。一个通过也行啊，那有意思呀，对不对？我得跟人聊啊，聊，嗯。还发语音呢，还得。你瞧这模样，叽叽嗦嗦的。你好，啊。哎呀，发送出去了，是，对方回了，哎，当啷回来了，你好，哎，你好，我听声还挺嫩的，你好，家里都有谁呀？你干嘛问人家里都有谁呀、万一人家家里人、万一结婚了，对呀、不合适、是不是？问清楚了，对。你好，我家里人很多，人多吗？有老伴儿，老伴儿。有儿子，有媳妇儿，还有孙子。我孙子住上铺。奶奶，你什么时候换头像了？哎呀，这老太太没事闲的，这是。我奶奶也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你就赶快删了吧，就别剪。删，换一个啊！哎，重摇。又通过一个啊。嗯。你好。嗯。老嗖嗖的，哎、当啷，人回来了啊！这怎么样？你好啊！你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还没松开呢啊！松开吧，你跑了。哎呀，不是你等等、你问人家岁数干嘛？看看这跟我的岁数合不合适啊？哦，合不合适？对不对啊？嗯、哎，当啷，回来了啊！我今年29岁，29岁啊，还行，反正比你奶奶年轻啊，合适。你好，那个你搞对象了吗？这么直接？哎，这，哎呀，难为你。等回来了啊，这就回来了啊。我还没有搞对象。哎呦，你搞对象了吗？合适这个，我也没有搞对象，这都，多合适这个！这我太开心了。是，他没有对象，我也没有对象，这聊聊啊，接着聊下一步，我不太会了，怎么办？你听我的啊，哎，先看看对方长什么样，看照片。对呀，姑娘，你要照片，姑娘，你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看？哎，对，搜，都是搜的，一会儿，当啷啷，当啷啷，哟，这回来好几点，连着来了三张。哟，三张照片，哎，三连拍是吗？哟，一个比一个美，还挺时髦，就是那么漂亮，那多好看，就是那么好看，是，这我得非礼他呀，对不对？啊，什么？流氓吗？这不是有那么词儿叫什么？来而不往非礼。对呀，我得给人家回个照片。回张照片，回张照片，给人家回个照片。你看他什么反应？嗖，对，发过去了。赶紧，不到一秒钟，那信息就来了，同意了，肯定。你这个不要脸的人！哎，你活着是一种罪孽！哎呦，你去死吧！不是骂什么？连着骂了我三句，你说这太不像话了，干什么这是？这不像话，这个啊，没有这么骂街的。再说你也不对啊！我怎么不对了？太笨了你！怎么了？这哪有发自己照片的呀？啊，你发我照片？我发你照片？你发我照片？我发的就是你的照片啊！你发的就是，去你的吧！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
的是辽宁卫视2021春暖人间欢乐季直播互动特别节目《欢天喜地闹元宵》。刚才看了我们的宋小宝和哈德森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让我想到了刚刚落幕的2021辽视春晚，真的是特别特别让人难忘。无论是从收视率、从口碑、从热度，我觉得真是多方共赢。双丰收是吧？其实也是让全国的观众朋友再一次感受到了我们辽视春晚多年以来始终坚守的这种联欢性、互动性，还有这种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本真味道。说的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们除了要重温历年辽视春晚上的经典节目之外，其实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着电视机前的大家伙，咱们一块儿来闹元宵，是吧？没错。上一轮咱们说到了闹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接下来应该说说远字了吧。说这个远字啊，哎，在这个说文解字里头又来劲了，有这么当的说法。说这远呢，就是事物的开始，对应春天的降临，一元复始是万象更新，好，预示着开年好兆头。快收不住了，说文解字里边说相声呢，是吧？是是是，顺着你们刚才说元宵的元哈，那我们还可以聊一聊团圆的元。对，元宵节呢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没错，我想起了这么一个民谣啊，民谣，正月里正月十五挂花灯，耍狮子舞大龙，圆圆的汤圆碗里盛。哎，好，哎，你发现没有？除了这个，它这个寓意啊，还有这个吃的都是圆的，都象征着团团圆圆，哎，非常美好。还有那个发音。一碗圆，一碗圆，就是跟圆有关的字儿，通常都是什么好字儿，或者是好词儿。好词儿，比如说咱们可以祝愿大家人缘是缘，团团圆圆。那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姻缘、情缘，源源不断。咱们还可以祈愿、心愿、愿愿随心。说的这么多美好的词儿啊！你看，咱们欢天喜地闹元宵，那在这样一个元宵佳节当中呢，逛花灯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个大家刚刚都多次提到了，猜灯谜呀、啊，猜灯谜。哎，那咱们就用猜灯谜的方式，请出接下来要上场这位演员，好不好、啊？好啊，好。哎，我刚才还真想到一个，大家伙来猜一猜啊。啊，说说。好了，小城秋意去。嘿，打一经常出现在咱们辽视春晚上的来讲述家的味道的小品演员，不是小城故事多呀、啊，有点难吧？不是，有提示没有？小城，那我来点提示，有点提示啊，你说吧。这小城古语叫郭嘛，对吧？啊，郭。秋意去，秋天都走了，接下来什么季节该来了？冬天啊，郭冬临嘛，郭冬临啊，郭冬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郭冬临。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准备开始。听我，听好问题，最喜欢女明星是谁？女明星。完了，指责起来了。到女明星这打住了，你看。女明星最喜欢的是谁？快，高原。哎呀，最喜欢的篮球运动员是谁？郭艾伦。聊那谁饭量不大？郭艾伦。虚伪。谁胆最小？他。谁女粉丝最多？他。谁最抠？他。篮球。全是我呀，最抠。这个第二阶段最后一场，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这艾伦还摔一下了。没事吧？现在怎么样？感觉？没事吧？现在怎么样？感觉？明显感觉有点反应有点迟钝。现在摔的感觉就是有点从眼上看谁都还是有点迷糊，对吧？还是先想问问，就是从洋队到洋指导这个身份转换适应的怎么样？现在来说过。关系疏远，关系疏远，关系疏远。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那门上别的，别的，偏得别的。刚才我回去一手，别上了。咋的？你别了？别了。你别别呀、啊！别了，别坏了。你咋别的啊？就那么别的吗？你这么。哎呀，不是往那么憋，是往那么憋，一憋就开了。那完了，那憋坏了，你不
行那啥吧，你给那谁打电话，让那谁上那谁家看看有没有那啥过来收拾收拾。你不行，那谁没搁家？干啥去了？他那谁家那小谁，那不明天那啥吗？哎呀，那啥吧，那我上那谁家看看，看看那谁家有没有那啥吧。那对，那你让那谁给你整一下得了。天上飞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左耳进鼻，我听的声音；左耳进鼻，我听的声音。风烟雨转冲，岁数年，牛年大吉，牛气冲天，牛年好运，大家都有。关于时尚这部分，我想考考你。这个饶了我吧，这我恐怕不行。盘他，这我知道。对，盘他，就是那个你喜爱这个人，你把他盘他，弄得那个特别圆润。对，然后你亲亲他，抱抱他，盘自己爱的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就是戏弄他。盘好了，我不能戏弄，都把他捧到掌心里盘他，是吧？盘到包间。啊，他都会，他家教完来的，是吗？可不咋的，可不咋的。还有别的？有啊，哥长得漂亮吗？怎么咋的？我比他好看吗？没有，没有。哎，看啊，看谁喝的是白的，谁喝的是水。来，预备 ，Cheers！ 哎呀，哎呀啊！那都蒙人的，我猜老哈喝的是酒，那个小宝喝的是水。给你一次机会，慢说。我没事，我确定。小宝喝。哎呀，再拖延一会儿我就漏了，我脸马上那边就红。我喝的是酒，我喝的。我要说我是高手啊，我潘叔吃的就辣根，眼泪都快淌出来了，眼泪都快，说明人潘老师戏足，不是眼看都哭出来了，就是辣根，确定啊？确定，真的啊？真的。行了，他猜对了，我吃的是辣根。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话，就是您这次和谁合作？除了黄洋，我不去。他问他，他除了跟郭哥，我不去。这灯泡你看看，这是普通灯泡吧，是吧？黄老师看一下，是的，就比谁亮是吧？黄老师您觉得谁亮？在我心里永远是哥最亮。三二一，天哪，黄老师你觉得谁比较亮？我还是我哥最亮。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主任来了。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王主任，王主任，哎，你可算来了，我们家这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呢。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啥呀？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呀，主任？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接手。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
好的好的，行吧、那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这一散，这一散，就不知何年何月。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那你干啥去啊？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醒醒醒醒醒醒，叫不醒啥呀？看我的。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这，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了？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庆祝！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停！不是企业开业，嗯，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我咋的了？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大伙都叫我酒蒙子。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几年？十年。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醒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怎么还捆着呢？给我松开！不不不，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你别给我打起包喽！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放啥药啊？哎呀，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专业上可以这么讲，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透一透。啊，给他来一棒子。啊，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快点的。哎，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你还不信？庞助理，给他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您即将收看到的是由小刀电动车独家冠名的《今晚夜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敖英牌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禁酒办公室出台新政策，实行限号喝酒。
每周一三五身份证尾号单数显赫，每周二四六身份证尾号双数显赫，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双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子还活不活了？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咋的了？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哎呦我的天哪！快停！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两瓶啤酒。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有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那没事吧？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好，没事。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怎么的？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不是，男的。啊，俩精神病。男的，对，他睡了十年。我告诉你啊，四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主任，那我先走了啊。好，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怀的是谁？看我干什么玩意儿？我的，自己的。那你怎么成功的呢？你管你是啥呀？郭哥醒了吗？隐私。不是醒了吗？这都高科技到这儿了。你终于醒了。你谁呀？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睡懵了。我是你十年前交的代驾。十年前交的代驾？啊？还等着呢。你太执着了吧。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一分钟一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十年零三天，哎，转化为分钟就是525万分钟。当然了，咱哥俩十年了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了。这么的，我给你打个折。你直接给我520万就行了。520万，520，这个代价好有爱哟。520万，我叫个代价、啊，那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是哥，你这么说，你这不就伤老弟的心了吗？啊，你看这是啥？这是爱的证明啊！这个发票单。有多长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有多长啊，你看看多长，长不长？再说了，十年了，您没乘过车啊，我也没接过单呢、啊、你我怕你给我差评，你投诉我呀，就因为我的忠诚，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啥？叫会开车的忠犬八公。就因为给你收车，我自己的好车我都没动过。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这么好的车再让人偷走了。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下去、啊、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别跑啊。完了，这睡了十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哎，呀，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儿吧？滚着呢。哦，不是，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亲爱的。他俩什么关系？你猜猜。来吧，展示、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安抚一下。真香啊。我跟你说，郭子，
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十年。十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十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送？为啥呀？因为他不喝酒。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客气，没关系。亲爱的，哎，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嗯、快嗑点瓜子儿子。好的。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爸，你可算醒了，爸。你谁呀？我。爸，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她是你女儿。她是我女儿。哎，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能，我多带劲呢！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现在。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我不。哎呀，咋回事啊？这是。你睡了十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为啥呀？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考上没？拉胯。没考上。但最后还是北大，咋回事？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我不活了。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啊、果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你喝去吧你。爸，我陪你喝点吧。不喝。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不是，我松开，我整开。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没事没事没事，我感觉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哦，雪琴，爸，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啥事儿？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郭叔，嗯，郭叔，郭叔，呀，郭叔，呀，郭叔，郭叔，哎，郭叔，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这不用管他吗？这会出事吧？这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啊。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不是领片酬？那是宣传费呀，王主任。你看我老公，我那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啊。哎，我有奖，我有奖。加什么奖？你。回家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啊？呀，你有什么要求？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妈呀，你还多巧活！来，你开吧，你开吧，你手来，还没醒呢。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钱。太难了，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老婆。哎，老公。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我嫁给谁？你嫁给王主任。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真的吗？真的。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什么梦？哎呀，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闺女呢？闺女，爸爸，快来，妈妈抱抱。哎呀，我的女儿。爸爸。闺女，这是什么？这是我给你带的酒。还喝呀？妈妈不喝了。真的吗，老公？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我一定做到。给他送宝，加油！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对呀，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太好了，谢谢王主任。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好，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提，给他绑起来。这个是，我是开玩笑的。牛年到了，我们祝大家 Happy。我是杨树林啊，这个马上过年了，到年底了，你说我还接个大活，保媒拉纤。今天我给介绍这两个人啊，不是别人，一位呢是咱们环卫的宋大爷，另一位呢是我妈，那个，哎，别误会啊，是我妈的闺蜜，一位保洁阿姨，就在对面楼干活呢。趁着午休这个时间呢，让他俩在这儿见一面。你说他俩多好，一个保洁，一个环卫，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他俩要到一块儿，绝配。哎呀，这宋大爷应该来了。宋大爷，到哪儿了？来了。我问一下子，我没走错屋吧？没错，没错就好。没错，哎呀！多好！哎呀！哎呀妈呀！停！咋的了？这怎么相个亲整这么多人给这待着呢？这敢参观了，你都快拿手机照我的，可拉倒，被我整头条去，可废了。哎，回来。你说你，这咋还害怕了呢？你寻我真害怕呢？我怕那事儿呢。你真今天小杨啊，给你个赞。太够意思，事儿办得好吗？这回给我介绍老太太，长得带劲，那大个到这儿，腿就到我这儿，那皮肤漂白啊，长得还带劲，我给我心软软的。今天我一定要给她领回去，我下定决心，给她领回去。你说一会儿我见到她，我激动啊！我献花的时候，你说我是站着好还是蹲着给好呢？
他说贵的。你给我站起。站起。你完蛋玩意儿去了你。还贵的。我找妈呢。男儿膝下有黄金，对，好赖咱得是个爷们儿。行了，对不？行了，我说宋大爷，嗯，咱说点正事啊。嗯，阿姨呢，马上就要到了，啊，你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我可以全盘托出，特别充分。我跟你说啊，现在相亲呢，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嗯，一呢是颜值，二呢是实力。您觉得你哪方面更强一点呢？民意，颜值。大爷，咱说话能不能严肃点？你们能不能严肃点？颜值在哪儿呢？啊？那我也没啥实力呀。你这样，既然呢，咱没有颜值，没有实力，咱就用真诚打动他。真诚没问题。对呀。你看我银行卡、房产证，包括我本人，我都可以给他。好，你有这个决心，问题就不大。估计情况，阿姨也快到了。老太太呢？马上到了。马上到了。你让他快点来呀。小杨。小杨 啊，你说我正干活呢，就黄昏恋也没这么急的，我得回家换套衣服才行啊。不用，宋大爷挺着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再别急。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停！停！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呢？哪疼我哪扎呀？是曾经失败过几次，今儿这不有个老太太吗？不是。老宋啊，你快起来吧，这大过年的我也没带红包啊，你说就是花都接受了。哎呀，你干啥呢宋大爷？坐，让你真诚也不能改辈儿啊，你说你。我没事，坐你坐。哎，真诚啊。嗯，是不是看着我有点激动了？啊，有点儿。缓和一下，服务员，哎，来三杯咖啡。好，他宋大哥啊，不用啊，咱们喝白开水就行，不用浪费。没事，阿姨，我宋叔点饮料一般都按他肤色来。好，宋大爷，哎，三杯拿铁啊。我也不收破烂，拿铁干啥呀？呀，问咖啡就拿铁。就是，你这听明白了，服务员，给你钱。哎，不要钱。钱，宋大爷到我们这喝咖啡不花钱。哎呀，行啊，宋大爷，你是这儿的 VIP 啊？行，你在这充钱了？啊？不是，你看我门口那个牌子，我们老板说了，环卫工人最辛苦，冬天到我们这喝饮品都不要钱，是不，宋大爷？对喽，说的没毛病，劳动人民才是 VIP。给你们老板点个赞，谢谢。那个，你这样，嗯，再给你大娘来个劈叉。不是大爷，啊，你现在对服务员要求这么高吗？点点东西还得劈个叉呀？劈叉是劈破一劈啪啪叉，什么叉？那个老宋啊，你说的是不是披萨饼啊？对，披头散发饼。是这个宋大爷，你也太有才了，披萨能说成劈叉。好了啊，我下去给你做劈叉去了啊，大爷。那个小杨，哎，来，哎，阿姨，这老宋头啊，人不错，是，长得咋那么黑呢？对，他是不是这中外混血啊？根本就不是混血啊！我宋大爷是环卫工人啊，每天风吹日晒的，能不黑吗？啊，对。哎呀，你这吓我一跳，说的没毛病。
我的肤色跟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对，晒的。是，你就像啊，凌晨两点我就出来扫大街，哎，阳光一出来我就嗷往家跑，哎，等太阳落山了，月亮一出来我又出来了，能不黑吗？不是，那你说了半天，那太阳也没晒着你呀。那就是在黑天里待的太多，顺色了。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呢，管我叫黑暗的小精灵。小精灵，这老头咋这么幽默呢？小精灵挺好，挺好，挺好。那个，不过我还想考验考验他的诚实度。我跟你说，阿姨啊，诚实度你都不用考验，我大爷。特别诚实啊，这么多年就没说过自己白，你说多诚实啊？那我也得问问，随便。宋大哥呀，哦，你看我长得怎么样？那你心里没点数吗？就因为没数才问你的吗？好看。我跟章子怡谁好看？她好看啊，但是呢，是等她到你这岁儿吧，没你好看。怎么样，我回答的漂亮不？两头堵。他问我了，我也问问他呗。为啥呀？我也问问他。你说我和刘德华俩谁好看？哎呀，哎呀，朋友们，你说俩谁好看？哎呀，我的妈呀！要问你跟刘德华谁好看，那你心里不更得有数吗？我有数啊，刘才问你的吗？不是刘德华好看呗，但是刘德华就是到老那时候，还是刘德华好看。哎呀。两头堵你，没毛病，真没毛病啊！老太太好人是吧？怎么样？感觉？关键她不撒谎，真诚，漂亮，真诚，真诚。这样吧，啊，小杨，哎，我那就别绕弯子了。这老太太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来的时候我道我想好了，为了表达我的真诚，我的银行卡50000块钱。全盘托出。哎哎哎，嗯，有点急了吧。嗯，不给老爷们办事，你是干啥呢？拖拖拉拉的，那就啪拍过去。拍过去以后怎么还能往回要啊？谁要这孙子？拿着来呀。阿姨，宋大爷够真诚了。真诚是够了，那银行密码也没告诉我呀。啊，对，密码是吧？嗯。好，我告诉你。多少啊？没说吗？没听着啊。你说。不是你没说，我没说呀，大爷，让你我躲了，你在那边站着。让你说密码，没让你拍结婚照，你干啥呢？这是啊，密码是哆来咪发嗦啦，没有戏。行了行了，你说我是不是个好东西？是是是，就是12345 6啊，密码。阿姨来电话。哥呀，啥事儿啊？打电话呀！你这么视频，它费流量啊。我想看看你在哪呢？我在咖啡馆呢。小宝啊，哎，家里锁换了，这是新配的钥匙，我想给你送过去。哦，那我马上就把地址发给你啊。哎，这怎么还叫小宝呢？那个小宝啊是一个爱称啊，就是年轻人之间叫小宝啊小宝贝儿啊，
这就证明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肯定不一般，啊、都给送钥匙来了。是啊，那肯定都住一块儿去了，不是吗？不对呀、啊，那这老太太有人啊？不是不是不是，你稳着点，很可能就是一个追求者，嗯、是不是、啊？这。咱先看看情况再说，好不好？啊，别激动，啊、我也得努力，对不？你得努力，必须咱得争取呀、啊。啊，那，哎呀妈，这追求者也太多了。大外甥啊！外甥，你说你这下吓的。外甥啊，吓死我！那你说你有什么急事儿？需要50000块钱。哎呀，哎呦，我这儿啊还真有50000块钱的。卡，我想办法给你汇过去啊！完了，这不不行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这心没想成，这不跑这放贷款来了吗？这不，放什么贷款？我这利息根本要不上来，拉倒，我得把钱要回来。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咱事不就整砸了吗？那有啥砸的？我就最多我说我当个孙子到头了，那不行，你得稳住。你要稳重，要稳重啊！不行，不行，你不是你别冲动行不？不冲动，不冲动啊！我智取，智取啊！一定要智取。等我，老宋啊，哎，实在对不起，我这大外甥啊需要用50000块钱，你说我这是吧、啊？出了点私事儿啊。喂，啊，子儿小子呀，啊，你用钱呢？用多少？50000呢？啊，特别急呀、啊，很着急。啊，钱没卡，这马上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肯定给你打过去。撂吧，再见。那个，我侄儿想用钱。你把卡给我呗。卡我可以给你，不过你得先把我手机给我。哎呀，你这小子也着急，你们电话怎么打你那儿去了呢？哎，那个老宋头啊，我看你有点紧张，要不然这样吧，咱俩呀做个小游戏。石头剪刀布，谁输了呢？就选择真心话大冒险，会玩不？那个玩游戏倒没事，只要不动钱儿就行。不动钱儿，嗯，这样啊，嗯，你要是赢了呀，我就选择真心话，嗯、那个问啥说啥、嗯、啊，嗯，你会玩吗？那我要赢了呢，你就大冒险呗，可以呀、啊。就我说把卡拿来，我就给你啊！我老太太跟我回家，也有可能。那就玩一下子，来，石头剪刀布，我赢了。这卡里一共有多少钱？50000块钱呢？啊，继续，石头剪刀布，我又赢了，能不能给我30000？你不说不动钱儿吗？这也没动钱儿啊，这不说钱儿的吗？能不能给我30000？开玩笑呢。游戏。我侄小子那儿用钱呢。不是，你就说能不能？这还没等过门呢，咋就这么抠呢？能。好，这卡里呀、啊、一共50000，现在给我30000，还有20000，继续。来，石头剪刀不玩了。为啥呀？还为啥？你奔我钱儿来的。谁奔你钱儿来？套路太深了。不是，现在我赢了，这钱归我了。那你也得再来一把赌一次啊！万一要你赢了，这钱不都给你了吗？那我要输了，是不是全军覆没？对呀、啊。你好赖你是老爷们儿，也得赌最后一把呀。行行行行，那我拼一把，来，石头剪刀布，我又赢。
你咋的了？死了。咋死的呀？吓死的。小严，小严，松大松大，哎，起来，起来，起来，大爷，你完了，你刚才不说你要自取吗？啊，我这是咎由自取呀、啊！起来，起来，这不完了吗？老宋头啊，刚才跟你做游戏呢，你那心眼儿啊，就惦记你那五万块钱的卡，是不以为我把这五万块钱给我大外甥了？实话告诉你，我用手机呀、啊、已经转给他了，你这卡还你。大爷啊，刚才你是不是吓死了？对呀、啊。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再死一次了。为啥呀？尬死了，一点都不尬。为啥？我哪的钱回来了？咋的？再说了，他有老头了，怎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宋叔，我妈跟我说的非常明白，阿姨确实是单身，我妈不可能骗我。关键我怕她骗你妈呀。小宝，哎哎，小宝，哎，谁呢？不知道。小宝，哎，你妈呀，老宋，队长，不是你们认识啊？我们认识，我们一个队儿的。妈呀，队长，你咋来了呢？我找他呀。你找他干啥呀？送钥匙啊。谁家的钥匙？我家的。你管他叫啥呀？叫小宝啊。完了，小杨啊，你坑老人了，把我们队长媳妇你给我介出来了，我这今天工作都容易不保了，你知不知道？老宋，老宋了，你过来，老宋，你刚才说谁媳妇儿？那不你媳妇吗？哎呀，这是我亲妹妹，这是我亲哥。你可拉倒，别逗我了！你瞅你长得像让门工的给抽了似的，你知道吗？你还没有这么好看的妹妹呢。老宋，干啥？我问你，我叫什么名？宝库。这就对了呗，这是我亲妹妹，叫宝洁，也是做宝洁的。你看这名，你误会了。是真的啊？嗯。哎，妹妹，大舅哥。宝宝，这是小杨。哎呀，干啥呀？宋叔，来，你起来。妹妹啊，这是什么情况啊？不是，那小杨给我们俩介绍那啥，有个相亲呢。啊，你昨天跟我说相亲，就老宋啊。嗯。啊，妹妹呀、啊，我告诉你、哎，老宋人挺好。但老宋我也告诉你啊，我妹妹她也不差，那你好人好。你俩注意啊，俩好嘎一好，祝你俩相亲成功啊。谢谢、哎、那我就先回避吧。我送你了，大舅哥，成功啊。再见，大舅爷。慢走。大爷，你那宝宝叫的太瘆人了，刚才老宋他。哎，坐。小杨，啊，你也坐呢。嗯、啊，哎呀，就你们俩，在那鼓秋的，像猴子似的。那鼓秋啥呢？闹了半天不就不信任我吗？啊，怀疑我弄你钱了，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了，有你这样的吗？啊，我告诉你啊。相亲到此结束，我走了。你再等我，等我。阿姨，你听我说，确实是误会。宋大爷他不是那样的人，你给他个机会，让他表现表现。你坐。咋整啊？这叫啥事啊？让你真诚，你说你这事整的啊？对呀，那咋整啊？赶紧表现，哄哄啊！你躲了，这回我上呀，我改策略了。啥策略？刚才不自取吗？啊，这回改强攻。强攻，稳住。
平时那个上广场不？不去。哦。看不看广场舞？不看。哦。他们唱歌你听不听？不听。哦。哎呀，太好了，和我一样，亲爱给家那么闷着。那这样吧，为了调一下气氛呢，我给你刷个抖音，好吧？我就像一棵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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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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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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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草。哎，羊，你飘起来呢？大爷，大爷。咱不能再飘了，再飘阿姨就飘家去了。我跟你说，你就回去了。你听我的，咱不能这样。你这不是强攻啊，你这是硬弩啊。我跟你说，咱这样来点温柔的，走点心呢、啊。对对对对，走点心，需要情感释放和表达了。对呀，对，对，换一套。对对对，你转过来。我给你表达一下，你说嘴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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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你都回来呀，嘴巴嘟嘟。你别嘟嘟了，别嘟嘟了，嘟我满脸都是水呀！哎呀，那我嘟嘟你不开心吗？你要不嘟嘟，我更开心呐！行了行了行了，你就放心，我没儿没女，以后你跟我在日干。我告诉你吧，那小杨，你赶紧给我弄点药来吧。哎呀，我阿姨，我有药的话，我自己就先吃了。我跟你说，你这样，你这样吧，我就告诉你说实话，嗯，你想开心很简单。你就跟我过日子，以后更开心，因为我没儿没女的，对不？我还是这种性格，你说你开不开心？你要这么说，那我肯定开心嘛，对不对？啊、嗯，肯定炸不了。喂，爹啊，再见。谁管你叫爹呢？谁管我叫？你刚才不说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吗？这挂着哪儿了？小杨过来。啊，谁？不是你在哪儿认识这老头啊？认识多长时间了？就给我介绍啊？我都认识一天了。认识一天你就给我介绍，这什么人品啊？我跟你说，阿姨，你别着急，宋大爷人品差不了。我前天呢，把包丢了。被宋大爷捡着了，他在寒风雪地里等了我俩小时，我银行卡钱一分都没差，我送他锦旗他不要，我送他钱他不要，后来我问大爷，我说大爷你缺啥，他说他缺老伴儿，是这说的不？对对，这么好个人，所以说我跟我妈一说，这才弄了今天这个见面会。你明天那我还得再问问老宋头，你过来啊，说实话呀，你过来，我今天问你的话你必须实话实说、我问你，这个孩子给你打电话这人儿，就这电话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呀。没打错？没打错呀。你有没有过孩子？没有啊。那他为啥管你叫爹？你问他妈去。他妈呢？你问他爸去。不是他爸吗？我是他爹呀。那他爸呢？你问他妈去。那他妈呢？跟他老洗澡去了。干啥呀？我问这玩意没完了。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你别说实话了，小杨，你就说到底怎么回事。我死了。骗妹。老宋头，你告诉我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问我呀。哎。哥，你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他的。哎呀，哎呀，老宋啊，你真行啊！
我在外边听半天了，你怎么能骗我妹妹呢？你有儿子你就说明白啊，我跟你儿女我们都一起吃过饭照过相啊，你根本就不诚实，你相什么亲？你相亲说明白。哎呀，咋回事呢？哎呀，实话实说吧，这俩没完了。你用免提。你等会儿，大爷，我先躺下啊。喂，爹呀，干啥呢？咋还挂我电话呢？哎呀，我这不跟你妈相亲呢吗？真的？哎，进展如何了？如何啥呀？上半场进行很顺利，下半场你这电话打完就够呛了。那为啥呀？为啥你就别说了，你就说你啥事儿吧。啊，我就想告诉你，明天我就回去陪你过年，然后我就不走了。孩子，我就是你爹相亲那个阿姨，你能不能跟阿姨说句实话，你们俩到底是啥关系？哎呀，阿姨你好。阿姨，我爹没跟您说我的事儿吗？没有。哎，我呀是个孤儿，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他资助我上学，现在大学毕业了，我打算回来建设家乡。阿姨，我爹这个人呢老好了，你就跟他处肯定错不了。你们家今年过年呢，就三口人了。哎呀，那可真好。那什么，我问一下子，大妹子，你这样啊，你呢，仔细考虑考虑。我跟别的老太太相亲的时候吧，他们都说我五官不正。他们说你五官不正，可我觉着你三观正啊。你资助大学生，拾金不昧，这样好品质的老头我上哪儿找去？我把下半生托付给你呀，一定会幸福。哦，对，绝对没毛病。宋大爷，哎，此时此刻就想问你一句话，现在什么心情？好嗨哟，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行了，不跟你们唠了，抓紧回家包饺子，过年了就领个老伴儿，还捡个大舅哥。走，咱回去，宝宝。哎呀，过年，回去过年。挺实在，明年过年呢，我给你也介绍一个。好，再见啊！哎，我牌儿，牌儿给我。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辽宁卫视是2021春暖人间欢乐季直播互动特别节目《欢天喜地闹元宵》。做事一手啊，听好了啊，说煮熟的元宵锅里飘，珠圆玉润在网上捞，细嚼慢咽你别烫嘴啊，欢天喜地就在今宵。怎么样，张明？你看，必须我得接你啊，我不接你，不接你都不行了。你说到元宵了啊，我想接一句，好，叫。天寒难锁新春意，炉暖一烹白玉丸。哎呦，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我觉得真的是欢乐今宵。哎，对，那要说到欢乐今宵啊，与它最搭的就得是猜灯谜，你说是不是？哦，对，
咱们这次提高点难度吧，就猜我们辽视春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嘉宾，好不好？这个难度提高的好，能行吗？如此啊，文雅又艺术的游戏啊，看看我莫属啊！又来，为大伙儿出了一个谜面啊，就猜一个刚刚在小品里边出演的一个演员的名字啊。你说这个谜面，早晨七点校门前，猜猜。早晨七点校门前，猜人名吗？我跟你说，好多要开学的孩子心里一颤呢。颤什么颤呀？你想想，早上七点校门前，那也就是车水马龙的家长和学生，这跟咱小品演员的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当家长的都知道。早上七点校门前，您干嘛去？干嘛去？送孩子，送你们家那小宝去！你个损色呀、啊！这都没猜出来，送小宝，送小宝，送小宝。这个灯谜我看很好嘛，好啊，这个刚子叔叔来了。按照老杨这思路，我也想出来一个，来一个，你说，哎，人家这个也是咱们辽视春晚的小品演员，跟宋小宝还合作过，啊，刚才也有啊。谁啊？听好这谜面啊！好嘞，咱这谜面你一听就高大上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背不会要罚站啊。这是猜。这个谜面好呀，大家仔细听哈，就是文雅中透露着威胁，是不是？威胁当中呢，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爱，关爱当中呢，好像还有那么一丝丝期待。谁呀？这对搭档把这谜面形容的，你看看，都着急了吧？你看这谜面啊，你这啊，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嘛，对不对？哎，背不会要罚站，说明很严格，很严厉。所以是，哎，三字经学习的很严格，言学经。我的天啊，谜面不错，绕了这么一大圈，你们言学经。我们要说这样的猜这个演员名字的字谜，我这也有哈。啊，你挺好。你也有啊？对，我这个呢特别有过年的气氛，哦，也很有家庭气氛。看看咱这个，这个也是打我们辽视春晚上的一位老熟人哈，说这谜面呢就七个字，叫爷爷兜里拿红包。爷爷兜里拿红包，对，有没有提示？对对对，看你看我这个动作，拿红包的这个动作，你这不是掏吗？对呀对呀对呀，能从爷爷兜里掏红包？奶奶吗？什么奶奶？你真聪明，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奶掏啊，给奶奶那边就是直接主动送就完事了，双手递上，那得是谁掏？孙子辈儿的，孙涛，对，没错，答案就来了。哎，不错不错，哎，我觉得新月，咱俩也猜一个吧。行呀，可以猜一个，我俩猜一个。哎，那我出一个得了，你出一个，猜吧，好吧，出个简单点的。也出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好，谜面呢是七彩祥云，一动不动。七彩祥云，一动不动，一动不动，画面感出来了哈，还挺吉祥，多美。嗯，这是挂历吧？不动，云不动。为什么不动呢？祥云不动，假的。就风小，有姓风的吗？哎呀，少风，少风，少风嘛，是这意思吧？是不是？也是老朋友啊。杨队长，不对，下边这节目不是少风吧？我记着不是少，你看。干羊，你还得看什么？干羊，这没墨了，这是这人吗？于洋没墨，眼神不行啊。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搭档于洋呢，接下来也要上场了。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一个呢是五个字，一个呢是贼，五个字。破门而入，我在家一犯错误了，我咔着去，咔，我咔着去，咔。你妈老拿着个什么东西？会搓衣板。我这个人吧，就特别能，俩字牛。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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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斗牛。这个曲子是斗牛吗？噔噔噔。哎，什么没有吧？嗨，大蝙蝠人，漂亮，小动物发这搁搁树上啊，老能看着，就搁树上就这样。蛐，仨字儿，搁树上爬吓人，身上有刺儿的那种。小刺猬，树上就这么长。猫喇子，仨字儿，前边俩是一样字，后边一个。
拉拉鼓，拉五个字啊，五个是一个网络用语啊啊啊，我还是个孩子，吓死宝宝！我是啥？现在是三个字，这个鸭傻子。形容一个男人就是找不着对象，完了缺点我缺心。男生长，后边怎么有镜子？擀面？擀那什么？和面？不对，就弄后背那个那个。擀皮？丝帕？按摩？哇！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我跟大伙打听个事儿啊，看见俺家我闺女没？没有。哎呀妈的妈！这闺女就是爹的小棉袄，一会儿不在我就冷，还打冷战了，你说？我闺女特别好认，那就是没胡子的我。天哪，高中刚毕业你就把我领家里来了，你要干什么？快点儿吧。什么就快点吧？搞对象。妈呀，我还以为你给我选择哪个大学呢。你能不能快点儿？一会儿我爸回来了。你爸回来我就跑呗。你跑啊，你跑哪儿去？我爸都能闻着味儿追住你。你爸警犬呢？于连连，你会说话吗？啊，那警犬能跟我爸比吗？哎呀，对不起。我爸的鼻子可比警犬还厉害呢。那你爸是真厉害呀。哎，快点儿。什么叫快点儿啊？我不会。你没看过电影啊？电影那个，哦，我亲爱的拉拉布，你今天长得真漂亮啊，我亲爱的。哦，我亲爱的连连鱼，你今天也真是帅气逼人哦，亲爱的。哦，我的拉拉木。哦，我的连连鱼。哦，两个大傻子。哦，父亲大人。哦，警犬先生。骂谁警犬？警犬叔叔。这是先生跟叔叔的区别吗？连连，快跑啊！来，站站不行，哎呀，爸俩，停！哎呀呀！我姑娘让你跑是为了躲我，你拽着我跑怎么的？真把我当警犬？你溜我呢你啊？哎呀，爸，你上那么大火干啥呀？我这是上火吗？傻姑娘，我在发火呢。叔叔，你先发着，我先走了。你先回来，你走之前能把手给撒开吗？再说你拉手就拉手，你好好拉，你搁里边你这挠什么呢？你看我这手指盖，这底下这个小嫩肉一下就给我戳秃噜皮了，这刀枪这顺茬就给我揽下去了，你这疼不疼？疼。叔叔，我给你吹一吹。你别跟我玩那个豆豆飞的事儿啊！吹一吹，站起来。那姑娘，你干啥？你才多大你就搞对象啊你啊？我十八了，我成人了。你成啥人了？你才长到人家腰。啊，俺哥都说我成人了。你成精了。那谁家闺女你都敢比划呀你啊？哎呀，哎呀呀，呀妈呀，哎呀，怎么说了两句不乐意了？脸拉那么长给谁看呢？他不拉了也长，敬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啊。爸，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恋爱。爸，我们恋爱自由了。我知道你恋爱自由，你再自由你跟我跟谁叫爸呢？你看在他长到你腰那份上，你能不能放过他？那叔叔这样，你定个身高，你女儿长到什么时候我们俩能在一起？待他与你齐眉并肩，你俩才能礼花满天。啥意思？锯腿吧。怎么的？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把你伺候成人了，我接着还得伺候他呗？叔叔，你们俩商量，我没意见。什么玩意儿没意见？你先准备个轮椅吧，没意见。关键你俩太小，这是早恋，你让别人知道多磕碜呢。尤其我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哥们儿，你方叔。叫我呀！这是个什么队形啊？这是啊？这个是怎？这个是什么啊？他是。
这人是不是多一个人啊？这因为啥呢？因为他呢是我那个远房那个四舅，我四舅不在锦州吗？然后去鞍山打工啊，跟一个打井老头啊编那么能编呢啊？我在门口停半天了都，不就是姑娘早恋让你知道了，你怕磕碜吗？咱俩啥关系？这事儿也就是我知道了，换另外一个人后果不堪设想。看看我嘴虽然大，但是严实，这我知道。我说两句啊，老贾的姑娘早恋让老贾逮住了，这是个秘密啊，虽然丢人，我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往外瞎传，毕竟老贾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我先走了啊，老贾。他一定是你最好的哥们儿吧？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哥们儿。赶紧给我离开，三零的叔叔，临走之前我能不能求你件事？我想跟我的拉拉木拍一张照片。人家姓贾的，跟拉拉木你给起的，在拉拉木基本上给拉拉挂。我就想跟他照张照片放在我的书桌前激励我，怎么了？要放我的，我比他刺激。好，看见没，就这张照片我肯定放在我的书桌前，我给你供起来。我告诉你啊，我发誓这辈子我闺女不会嫁给你。回家去。我这在家呢。你嘴去。我毕业了。该干啥干啥去。那我搞对象去。这个叫啥孩子，这是。哎呀。爸呀，今天我们大学毕业，老师带我们狂欢的，晚上我就不回家了啊。怎么的，所有人都不回吗？对啊，老师也在呢，不信我让老师接电话。不行，我不行。喂叔叔，我是杨子的老师，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俩不回家了。原来是于老师啊，那行啊，我请你马上上俺家来家访，顺便让我好好访访你。三轮的，哦，我的拉拉木，你终于跟你的连连鱼喜结连理了，这就充分的证明我发的誓一点用没有啊！我爸爸，差不多了吧？爸爸，累了吧？爸爸呀，爸爸，你是否忘却了，今天是我跟他结婚？为什么接亲的时候却是你在堵门？回答不上来问题，根本不让进呐。关键他的问题实在是太销魂。本以为问他爱我有多深，他却问月亮有多沉。婚宴上的发言振奋人心，就是时间把握的不太谨慎。要问发言有多长啊？沈阳十二时辰。爸，你还知道这事儿呢啊？婚宴呢都结束了，你还有两个自然段没读完呢。爸，你就那么舍不得我呀？嗯，闺女啊，你是爹的小棉袄啊，你脱了吧，爹实在是怕感冒啊。哎，爸，你先回去，明天我给你买个貂。怎么的？买个貂。前一句啥？你先回去。我告诉你俩谁不，你俩谁也没拉我呀。生年呐，干啥？我闺女结婚，我舍不得她，我在这多待一会儿能咋的呀？行了，别说了，我看出来你俩一样。对，你等我走了，你再搂行不行？我走了，闺女，爸，我想你了。嗯，找我自己啊。嗯，去给爸打电话。哎我的天哪，咱爸哥终于走了，放松吧。
我呀，还有一个是。干啥呢？哎呀，爸，你咋回来了呢？不是干啥呢？你回不回来饭店干这干啥呢？精神病吧？干啥呢？没有，就是开心。不是你开心归开心，我刚才出门就伤心了，一进门就开心，开心怎么不带我呢？开心，没我你俩怎么能开心呢？来，正好，今儿我也没吃饭呢，咱把气氛顶到头呗，喝点。今天还喝点儿，喝多了他就消停了。大点干，早点散，谁都别熬。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孩子们，让我们一起黑起来好吗？好的。爸，玩两拳呢？上一边去。这没大没小的，跟他爹划去。我是他爹。俩，好的，谁喝酒啊？我入洞房你不走啊！我心里难受，开不了口啊！一把握住爹的手啊！女儿大了要自由。二把拉住女儿的手啊，爹还跟你没处够啊。三把拉住你俩的手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四把拉住姑爷的手啊，现在才半夜2:59啊。五把拉上掐脖了。五把拉住爸爸的手啊，自古三人不喝酒啊，逢点必须有人走啊。六把再拉姑爷的手啊，咱俩谁都不用走啊，你方叔可能在门口啊。阿伟，哎呀，张人，我来了。你好嘞，姑娘，加个杯。凡事使人感动。你连我走没走了？大喜的日子。那个方叔，不好意思啊，跟我爸说两句话。爸呀，你舍不得女儿，我理解啊。你说你不走就算了，你还让方叔在外面杵一宿，多冷的天儿啊！这要是给方叔冻走了，怎么整？小鱼没事，我这大岁数无所谓点事儿啊。那个主要就是那个我心疼我的豆腐，都变冻豆腐了。变冻豆腐，咱们又改炖白菜，生活嘛就得多姿多彩。啥菜不是喝呀？爸。这动静咋这么大呢？改天不行吗？我们俩今天新婚以后，我们俩过日子啊。哎呦，我有点不习惯呢。我这怎么的呢？我姑娘刚结婚，我姑爷给我发这么大火，动静这么大吗？你不拉着我点吗？我拉着呢，我拉着呢。怎么样？那个你岳父这脾气不好，你也别说了啊。我劝两句，大喜的日子咱都别吵吵，是不是？我先把我自己摘出来啊，我今天就是单纯卖豆腐的，冻豆腐的，顺便我得把你爸接走，是不是？老贾，那啥姑娘结婚你别捣乱了，走啊走啊。豆腐走啊。耳馋都给我震下来了。一天到晚了我还没跟我姑娘拍张照呢。啊，来哎，不好意思吧，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姑爷，哎，来，哎，老方啊，来，我就不照了，我让你给我们照。啊，那行，我以为我还跟你们照呢。来，三二一，茄子，你仨是一家人吗？口号能不能统一点儿？看着我喊，三二一。豆腐！哎呦！大外孙女啊，这老爷的心头肉啊！你看多像脸脸，不太像。那像我？也不太像。那像谁呀？太像我了！你看这小胡子长的。爸，那叫胎毛。哎呀，大外孙女啊，那老爷给你买啥了？等会儿晾凉了，老爷喂饱喝啊。谢谢老爷。哎呀，你说啥我也听不着呀，这老爷耳背的，这助听器也没带。那个大宝啊，上小小咋样啊？都挺像样。啊，都跟不上啊。那老爷帮你辅导辅导吧。辅导点啥呀？辅导你爬呀。你这多大了还辅导爬呀？你再说老爷也没那体力了，我这辅导你看图识字吧。妈呀，老爷呀，我都4年级了，看啥图啊？还不服啊？你这小玩意儿，你还小脸，你晒脸啊！听老爷的。你知道你老爷是谁呀？你老爷就是你学习成功路上的药引子、面起子、
收杯之前的平底子，来，大外孙子，让老爷跟你共同打开成功的大门，跟我学。苗户，苗户，苗户加一层罩是啥呀？苗户套，苗户套，苗户套再加一层罩是啥呀？被户，被户，被户底下铺啥呀？不然那炕席多杠人呢？铺点啥呀？玉制，玉制。那天冷了咋办呢？咋办呢？电预制，电预制。那停电了咋办呢？咋办呢？水笔。老爷，嘎嘎的。爸，你那散搂子喝多了吧？啊，你教的啥呀？黑话呀？点蜡呀？我这意思还没落呢，点啥蜡？点蜡呀？你快点把你的助听器带上吧。啊，我就不想带，带完会心烦啊，听事太多。你瞅给孩子教的一嘴大碴子味儿，那跟同学交流都得靠翻译。你懂个六，你啥也不懂，闺女。我告诉你，现在是流行双语教学，多一门语言那就多一条出路。是是是是，那是真多一条路啊！咱爸教的太好了啊，给咱姑娘这路啊彻底整堵车了。啊，堵哪儿了？堵哪儿？堵小学语文超车道上了。咋整的？哎，咋整的？你看看吧，这是他姥爷教的作文，来看看吧，看看。是不是叫老师给纳入教科书了？是，不仅要纳入教科书，还请你过去让你当非遗呢。你看这还生了你。来读。我的大佬。停，还大佬，啥意思啊？这咱姑娘在外面认识大哥了？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管姥爷叫大佬。那管姥姥呢？小姥啊。大佬小姥，咱俩拜把子了？什么玩意儿？擦拉黑儿，擦拉黑儿咋的？二老是朝鲜族啊？不是朝鲜族，他这个意思吧？你说，那非遗传承人，你给解释一下子吧。都坐吧。再不是你俩，从小那家就不好好上学，就知道搞对象。现在好了吧？连个文章都看不明白。这是多么唯美的一篇描写农村谱子里的风景的散文叙事书啊！听好了啊，你得有感情的朗读啊！我的大佬，擦了黑儿，我刚下小，大佬就把我取回来，告诉我明儿个要带我去个大水泡子，说那块喽挺嘎咕，还能逮到地喇咕。时间过得贼快，唰就到了第二天，大佬在前面嗷嗷的撩，我在后面日日的撵。大佬的大胯就像开了挂一样，跑得贼拉快，一点儿都不栽了。大佬还回头鼓励我说：“你也撒了点儿。”爸爸爸爸爸，打断一下啊！怎的？那个栽了是什么意思？撒了的反义词。它的同义词还有拧叉、棱的、低了算卦、离了歪斜。你听听，什么玩意儿？天上飞着假巧妈铃和老楞。爸，老楞又是什么玩意儿？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走起。我在东北，眺望北京，那来一壶海海呀。哎呀呀呀呀，海了，你继续念。地上跑着扁的钩小豆鼠，还有一只燕巴虎。这是上天入地呀、啊、这一头上虽然累挺，但心情整的挺愚作。撩回家一看，妈呀，衣服被汗爬得精湿，小脸远看灰尘暴土，近看造的魂化魂。姑娘啊，你去进屋待会儿去，我们跟老爷说点事儿啊。儿子，疼儿子。以后你给我说普通话。
来，你瞅，让咱爸教的啊！别人的孩子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咋的？咱姑娘乖起跑线上了，这是干啥呢？吵啥呀？我这助听器没摘呢，注意点影响。继续。于连连啥意思？我没啥意思。一个没文化的要教一个学文化的，你想想后果有多可怕。那是我爸，那是孩子他姥爷。那是我姑娘，多好啊！氛围就对了，家庭就得和睦。哎，其实我刚才都听着了。是啊，这都怪我，我也知道我自己呀没文化，我更知道我自己没资格教我外孙女。可是我为啥老上你家来呀？我就想啊，看看我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的那啥。行了，你别为我吵架，我走就完了。两口子你和睦最好，你俩过好了比啥都强啊。哎呀，对了，那个脸脸呢？哎，爸也跟你说一句，你闺女是闺女，我闺女也是闺女。她生气了，你帮我哄哄她。老贾呀，我来了。你咋又来了？我这三清的，你让我来，给你外孙女拿一个拍立得照相机，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照个照片。这更不对了，什么一家四口？我这刚要走，啥一家四口？一家四口的，那就给他们一家三口拍。那能行？你说最后再照个全家福，留个纪念。你忘了？啥叫最后啊？啥叫留个纪念呢？我知道，但我不能说。方叔，你说。我能说吗？我嘴多严呢。方叔，怎么能说？说。看到他我就得说两句了。你们的爸爸早在半年前就把我的房子给卖了，豆腐厂也给我兑出去了，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去哪儿啊？那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不夸张地说，全是老太太呀，各样色的，琳琅满目，有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卷头发的，还有没头发带假头发的。到底去哪儿啊？敬老院。谁？对不起，我看着他我控制不住啊。这是我的主意，闺女。半年前我就跟你方叔俩商量好了，咱俩这岁数大了，这趁着有劲儿啊，赶紧走。那敬老院的地方挺好，风景秀丽，好多老太太，我还说了让她先挑呢。爸，谁让你去敬老院的？谁让你去敬老院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是我们的宝啊！哎，爸，是这样哈，你想想。你不看我，你看你姑娘，你不看你姑娘，你还得看你姑娘的姑娘，对吧，姑娘？老爷，哎呀，哎呀，老爷，哎，你别走，我下回一定好好写作文。你走了，谁带我去玩啊？哎呦，快去！爸，那全家福哪有一家三口照的道理呀？那哪能没有你呀？我呀，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嘛。我这不，这我跟你方叔到那儿挺好的，你们想我就过去看看我嘛。说啥呢，爸？不是，哎呦，闺女，你别哭，闺女，哎呀，你别哭，我从小就受不了你这眼泪，你这眼泪一出来呀，爹啥招都没有啊。哎，不许走，爸。老爷不许走。这老爷不，爸，你听他俩的吧。老贾，哎呦，你不许走。哎呀，我，那我不走了，你走吧。行。爸，你看你，老花啊，干啥去啊？咱俩这处一辈子了，你说我到哪儿就还能把你扔一边去？我跟我姑娘啊都商量好了啊，你呢也哪也别去了，
我姑娘给我准备了个房间，有个单人床，我把它改成高低铺，你呢就做一回我上铺的兄弟。我不同意。晒脸了你不同意啊？我总起夜，我想睡下铺。那我在厕所边上给你搭个地铺吧。你这过年了，咱真的咱们一家这么多人，咱们搞点娱乐活，打麻将吧。这不行啊！麻将让你搁我房子一起给卖了。哎呀，赶紧干两把，干完两把包饺子。行，来，过年了，我先给你们照张全家福。来。哎呀，来，3、2、1。哎，闺女啊，你是我一生的骄傲。嗨，老爸，你才是我的骄傲。听我爱人的，好好的过一个二人世界。街坊邻居看见了吧？专门买了一个书台，就为了要写点字儿，练练书法。哎呀，行了，这回成了。街坊邻居们。下雨了吧？下的啥雨啊？那我也不能差事儿啊！哎呀！我还是自个儿先收拾吧，媳妇儿不干。大家都知道啊，哎，我们家房子的首付那是我付的。哎呀，来，今天这个房子才属于我们两口子。全家人都出门了，都让我打发出去了。我们两个二人世界，我们赶紧回家了啊！快点，再见，拜年啊！再见啊！哎，快点！我怎么听着好像是顺风的声音呢？哎呀，走，快回家！他不是坐高铁回家了吗？哎呀，走！不行，这家伙跟我玩心眼呢，我得看看，我藏这儿。快点开门，沉死了！来了！哎呀，回来了！哎呀，我的天！行了，往日热闹的老范家，看看。今天多么的安静啊！哎呦，我说钱顺风啊，哎，你是不是最近闲着了呀？怎么的了？今儿带我上那个车站一日游去了啊！一会儿让我从七车厢上，一会儿又急了咕噜的让我从八车厢下，咱俩搁那玩七上八下呢。哎呀，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媳妇儿，我是这么想的，我呀。今年过年，让咱爸妈去海南了，给大姐夫买两张火车票，让他回家了。我就想让我爸我妈啊，到咱们家来过个年。我宣布，从初一到初八，老范家姓钱了。哎呀，钱顺风啊！哎呀，我看你就是嘚瑟，你知道吗？那大姐夫过两天不就回来了？他回不来，我给他买的是绿皮车。不是能到家就不错，就算是他下了车直接上火车回来也得初八。我说你怎么那么损呢？我太聪明了，我下了，帮我收拾收拾东西，快！哎呀，太好，我简直太聪明了，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大姐夫到哪儿了，我应该给大姐夫打个电话了吧？我给他打个电话，这小子。我天哪！我正要给他打呢，他给我来了。哎，没事，过来，别说话啊！大姐夫电话。喂，是不是？大姐夫，到哪儿了？你先别问我到哪儿了。哎，你那个车都开车两个多小时了，应该到苏家屯了吧？啊，到苏家屯了。啊，你到哪儿了？我高铁到沟帮子了。沟帮子啊，你是在高铁上吗？高铁上啊。声音怎么这么安静啊？不能啊，你听见没？车上可热闹了，过年了吗？快学服务员，你不让说话。哎呀，你快点说话。烧鸡、啤酒、饮料、瓜子、烤一片、矿泉水啊，来，腿收下来。沟帮子。烧鸡、啤酒、饮料、矿泉水、烤一片，你这腿收一下。大姐夫，你听见了吧？多热闹啊！我听见了啊。你卖烧鸡这挺二啊。行了，大姐夫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饿了，我得吃烧鸡了啊。哎呀，行了，是不是闲的？一说烧鸡，我想起来了，给咱儿子准备的年货准备好了没有啊？等你想起来，咱儿子啊都饿哭了。行了，过年了啊，看看啊，看一看，
看看我给全家人准备的啥礼物啊。还给我们家人准备礼物了呢。那可说，这个钱 啊这个钱是孝敬我爸我妈的。哎呀，这个钱是孝敬我岳父和岳母的。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还有这张卡，孝敬大姐和大姐夫的吧。我该他的，我大姐大姐夫的。我哎呀，这孝敬你的给我了。我天，这里边10万块钱的，10万的。天哪，你要能把密码告诉我的话，那这事儿就完美了。密码就是我的生日，79799。七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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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祝贺。哎呀，我的天哪，开门。谁谁、哎、开门。大姐。哎呦我的妈呀，大姐，大姐，大姐夫应该在火车上啊，咋回来了呢？是不是大姐夫跑得太快把大姐给落下了？不能，肯定是大姐超重了，火车不让上。你才超重了呢。开门啊，没带钥匙。妈呀，这可咋整啊？咋整？藏起来吧，这让大姐知道多磕碜。你快点儿，藏哪儿啊？这儿。我天哪，这藏哪儿？哎呀我的妈，开门啊，来了。这大姐快点的，来了。哎呀妈呀，干啥呢呀？啊，菜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快回来吧。哎，老公，哎，说现在顺丰两口子是不是已经到沟帮子了？到沟帮子呀？啊，沟是过了，现在他俩卡帮子上了。啊，是啊。嗯。哎，啊，谁的大衣呀？那是啊。哦，这个大衣呀。啊。这个大衣是顺丰给你买的。真的？对对对，专门给你买的。哎呀，你试试。哎呀，这顺丰这太好了，这简直，哎呀，有点小，好像是吗？你使点劲儿。哎，这下松开了，你看，这回松开了，挺好。哎，那奶粉咋回事？奶粉？奶粉呐？啊，这奶粉是顺丰买给咱俩的。是啊。啊，你看，顺丰会买，专门给咱俩买的。他给咱买的奶粉干啥呀？给咱俩买奶粉干啥？啊，让咱俩生二胎。哎呀，是啊，啊，咱要生得生五个，啊，老大叫君君，老二叫乐乐，老三叫宝宝，老四叫奶奶，老五叫粉粉。对，生个二胎还长粉了。哎，那那么多钱谁的呀？我的。我谁说话呢？这谁能说话？家里边就咱俩人，啊！你不信，只有我一个人说话，别人敢说话吗？媳妇儿，啊，拿着，这拿着，这个钱啊，顺丰是孝敬你爸你妈的。啊！哎呦妈呀，他可出血了啊！这个钱啊，是顺丰孝敬我爸我妈的。哎呀，那这卡谁的呀？我的妈呀，媳妇儿。这个卡可太好啊，顺丰孝敬你的。孝敬我的？对。为啥呀？因为顺丰说了啊，长姐四母，你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个母亲的形象。哎呀，那我是母亲，那你呢？我就是他父亲。你街坊邻居们，我是不是他父亲？你看太好了。这刚子、啊，哎，这卡里有多少钱呢？卡里有多少钱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掂一掂，我就知道多少钱。10万，街坊邻居们，对不对？看我猜的多准！哎呀，刚子，你长能耐了，掂掂就知道多少钱呢？我不光掂出多少钱，我把密码顺便也给掂出来了。多少啊？79799，对不对？您猜的多准！哎呀，你咋知道的呢？咋知道的？这个兔崽子一坑我的时候，啥话都往外说。也是。哎，这红酒是咋回事的红酒啊？媳妇儿啊，快来吧，顺丰太好了啊，给咱俩营造一个二人世界。是啊，你看，不光买了酒，连酒都给醒出来了。是，来。干杯！干杯！小米粒儿，小米粒儿，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哎，小米粒儿的事儿，哎，他不出去旅游去了吗？怎么跟媳妇儿？
有热闹看了。来来来，咱俩藏起来看好戏。来，藏哪儿啊？藏哪儿？就藏这儿。藏这儿干啥？这儿好，这里边说不定还能碰俩亲戚。啊？大姐吧，过年好。拜年了。二位好。哎。二位在这儿坐高铁呢？大姐夫啊，你不是应该在绿皮火车上吗？咋回来了呢？我霸座让人撵出来了。那我大姐呢？啊，你大姐超重，压根儿就不让上车。我说阿米啊，锅包子烧鸡卖完了。那不，那你小米粒儿，那个小米粒儿，小米粒儿，你慢点走呗。不说王小倩，你能不能别跟天高要是走哪儿跟哪儿行不行？那个，我不是想跟着你，你呀就像那吸铁石，一直在吸引着我。你不是说带我去旅游的吗？你看，行李我都准备好了。不，谁说要带你去旅游了？是你自己死去白赖的，非得跟着人家好不好？那我不怕你丢了吗？人家本来想一个人好好的去旅游，你说你去，我去干啥去啊？那你不去，我去干啥呀？那你去，你去一鞭子去吧你。我哪也不去，就和你过二人世界。不是你拎桶豆油干啥呀？小米粒儿，你听过那句话没？往大嘴唇子上一抹，小日子过得腹里都流油。行了，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了。说吧，你今天到底要干啥？那个小米粒儿，你看啊。你们今天啊，全家人都不在家，尤其那个自以为是、缺德、戴冒烟的你二姐夫钱瑞峰不在，还有那个忠厚老实、挨坑没够的大傻姐夫赵刚子也不在，但是我王小倩在。今天可是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小米粒儿，我要大声地对你说。说啥？好嗨呀。嗨什么嗨呀你啊。真的好嗨哟。观众都藏在包厢里。来了，老弟！哎呀妈，什么情况？你们坐在这底下干嘛呢？哎呦我的妈呀！王小倩儿，王小倩儿啊！我头回看见啊！求婚还有双腿跪地的啊！你这干啥？小米粒，你听我跟你解释啊！不用解释啦！哎呀哎呀！哎呀妈！老大妈，爷爷爷爷，累了呀！没事，孩子们呐！哎妈，其实俺俩呀。根本就没去那海南，我咋没去呢？俺俩呀，今天办一个好事儿，请你爸你妈到咱们家来过年。哎呀，谢谢顺风啊！哎，你这份孝心，我们老人呐，心里都热得乎的。不过你这个观念可太旧了，是不是？这什么想法？什么你家我家，他不都是咱家吗？对不对？对，对对对。就是啊，孩子，哎，分得那么清干啥？什么老范家、老钱家，咱们都是实在亲戚，一家人。对，对，谢谢爸，谢谢妈。哎呀，我跟你说，大姐夫啊，要是你爸也能来，那咱全家还真算是团圆了呢。本来我爸说要来的，这后来也没了，什么声？什么声？哎，我看看去，快看看，什么声？啊？哎呀，我瞅瞅，好像是，哎呀，哪来？哎呀。大姐夫，不是你爸啊，是一头小猪。小猪啊，是不是一头那个黑色的小花猪？对对，小花猪。妈呀，真是我爸啊！不是这样，是这样，怎么能是你？你听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本来吧哈，我就是我爸，不是一直养鸡吗？啊，后来呢，这不是今年猪年了吗？啊，他就改养猪了。是啊，看见我爸没？没看着你爸，就看着个小猪啊。啊！哎喂，哎爸，你下火车了？走丢了！哎呀，你看这猪也丢了，
爸，你要跟着猪走，早到家了。哎呀，这样，爸，你别动啊，我马上去接你，千万别动啊，原地站着。哎呀，大姐夫啊，怪不得王小倩说你是个傻姐夫呢啊！火车站这么大，你哪知道你爸待在哪儿啊？就是。哎呀，猪跟我爸好，跟着猪走，指定能找着我爸。咱就听刚子的，现在咱们全家跟着小猪接亲家去。欢天喜地闹元宵，我们组团来报道。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辽宁卫视2021春暖人间欢乐季直播互动特别节目《欢天喜地闹元宵》。今天呢，我们大家饮幸福酒，猜元宵谜，观喜剧秀，庆大团圆。此时此刻，月圆如盘，国泰民安，我们已经有说有笑地走进了牛年的春天。是啊，此时此刻，数不尽的烟花朵朵，数不尽的爆竹声声，数不尽的春联对对，数不尽的祝福条条。是啊，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向全国的观众朋友送去我们新春的祝福。好，我先来，锦绣中华，重赞新春千锦绣。我来一个繁华盛世，乐饮老酒，万家春。哎，好，看我的哈，国泰民安，盛景元夕如盛境，天辽地宁，荣华玫瑰似荣花。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站在辛丑牛年的崭新起点，我们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幸福时刻。在此呢，我们也诚祝大家新春吉祥，幸福安康。再祝全国的观众朋友牛年牛气冲天，牛运亨通。在这里我们要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元宵节快乐。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